暑假来临，也都到了旅游季节的旺季。那邮轮作为夏日的热门旅游方式，一直是受到很多家庭的欢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温哥华台湾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从事旅游行业的 Margaret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邮轮季节的情况。那 Margaret 说到我们这个邮轮哈，在夏天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在疫情期间，邮轮行业也是受到了一些打击。那现在的这个行业是不是又重新恢复了以往的这个繁荣呢？Definitely 应该已经恢复得非常非常好。现在我敢说，现在从这整个夏天六月，现在已经进入七月到九月呢，阿拉斯加邮轮已经是完全客满、一位难求的情况了。那阿拉斯加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路线、一个航线哈。那除了这一些传统的项目之外，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进的这些路线加入？除了说夏天呢是旅游旺季，可以去地中海邮轮欧洲，然后还有那个加勒比海。目前来讲呢，船公司一直在推其他新的航线，比如说呢把船开到亚洲去了，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夏天，也就是澳洲大洋洲的冬天，那也是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所以也有船开到雪梨那边。这都是不同的航线，值得大家考虑。除了阿拉斯加以外，是阿拉斯加，因为对我们温哥华比较方便的是，可以在温哥华这个上下船哈。那对于其他的热门航线来说，或者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新的线路的开发，这是一些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些新路线的推出呢？在疫情之前呢，船公司已经考虑把船挪到亚洲，然后在遇到疫情以后呢，没有想到大家都已经想。疫情之后，大家一定迫不及待要去参加旅游的航程，所以呢，已经把所有的航线，全世界你能想到的地方，它都推过了。所以呢，亚洲呢，就是有分东北亚、东南亚，还有日本，哈，周围的日本的航线都有，所以还有欧洲，甚至中南美洲、大洋洲，全世界你能想到的地方都有了，都可以去到哈。那作为温哥华的消费者来说，大家这个比较受欢迎的程度是去哪里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坐邮轮，然后你又住在温哥华，对你来讲呢，不需要买机票，我们温哥华就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阿拉斯加了。是比较入门的一个路线哈。那对于没有坐过邮轮，然后也没有体验过邮轮的这一些人群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坐邮轮有什么样的特点？会在船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和这个旅游项目呢？对于第一次要去参加邮轮的人呢，每一个邮轮呢，它其实有不同的等级，还有有不同的客户群的。比如说，在目前很受欢迎的一个家庭的邮轮，就是迪士尼邮轮了。那所以呢，它的船上大大小小的活动，甚至儿童中心呢，是安排的非常的好。孩子家庭来讲呢，对爸爸妈妈实在是一个真正的 vacation 啊，真的是可以放松一下了哈。那其实邮轮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因为很多大家是认为说，因为像您刚才说，有很多小朋友的服务，可能是老年人这个行动不是很方便的话，那这个活动的空间也不用走路太多。实际上刚才听您走下来的话，其实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是的，也有说每一个邮轮公司它主要 focus 它的客户群，也有说像和美呢，它的船型呢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它在活动当中呢是以比较悠闲、比较安静、高雅的这个风格为主，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它是非常适合的。所以这也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在选择邮轮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邮轮呢？就是看我们通常会问说您大概年龄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是家庭的呢，还是说中老年人？所以我们可以推荐呢相关的比较可以提供你更进一步服务的邮轮公司，然后还有航线。当然如果说第一次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从阿拉斯加开始了，开始这个最初的邮轮之旅哈。那作为坐邮轮还有什么其他要考虑的？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建议给我们分享一下？坐邮轮我必须要说，其实这让我觉得说是最安全，比你参加旅游团都安全。因为你上下船的时候呢，它完全就是有那个电脑
脑扫描你的照片，所以闲杂人等是没有办法上船的，它的安全顾虑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因为 COVID 了以后呢，它呢固定都会在每一个洗手间公共设施都有洗手消毒这个措施，在船上呢也有医疗室，如果说有非常紧急状况的时候呢，船公司甚至会调动直升飞机把你调到岸上找大医院来处理的，所以您都非常安心，他们的服务是非常好的，相关的配套也都可以是跟得上的。对，嗯，那么在预订方面呢，因为听您分享了这一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可能不同的船、不同的航线，有一些可能还要涉及一些航班来辅助。那所以在预订的时候，除了跟旅行社查询之外，自己如果想做一些研究、上网找一些资料的话，应该从哪个方面着手呢？第一个你要选定你的目的地，你喜欢去的地方，然后它的季节性。比如说像阿拉斯加最便宜的话应该是5月到9月，这一开始的头两班还有最后结束的两班都是价钱非常便宜的，然后你要确定定金，现在有些船公司是不能退的，有些是可以退的。如果说是可以退的话，你先选好你喜欢的舱等、房间号码，甚至你可以决定好你的 location， 你的房间位置是在哪里。然后到最后呢，他会给你说，哎，什么时候要付你的余款呢？那个余款的时候，你决定再一次付清，所以对消费者呢是有完全的保障的。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非常的详细哈。那邮轮涉及的路线呢，也都是非常的广泛，也有需要借助航空飞行来到达目的地，所以对邮轮感兴趣的话呢，也都不妨和旅行社来进行查询，获得更多的信息。